你们需要我做些什么呀？这是乱码。这只乱码呢，之前是在一个手表的底壳上面的。后来我担心手表底壳的安全，我就手抄了一份。怎么了？原件呢？ 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这个抄表没有用，因为这些都是乱码，你根本不了解那些密码。它是按照一定的逻辑系统刻在原件上的，按照字母的总盘顺序，破五线顺序才能够破解。你之前抄写的密码位置是不对的，要想真正的破解密码，必须交回手表底壳原件。 进来，大佐阁下，山本大卫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大佐阁下，山本君，辛苦了。对不起，大佐，我的任务失败了，请大佐处罚。山本君，你知道？ 怎么才算是一瓶好的苏格兰酒？埋藏的时间越长，就越有价值。你潜伏在中国有多少年了？15年。一瓶15年的苏格兰酒，也算是一瓶好酒了。 一个潜伏在中国15年的特务，绝对是一个人才。山本君，你就利用你在中国学到的知识来对付那帮中国人。中国有一句话，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以你。 对杨天笑的了解，山本君，你是我手上最有力的武器。嗨，多谢大佐对我的赏识。杨队长，我想加入你们的队伍，去打鬼子。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台湾吧。 杨队长，你不了解台湾的情况，日本人在台湾实行奴化教育，他们是想要把台湾的中国人都变成日本人。他们拿着一个苹果，告诉那些台湾的小孩子，说这些好东西只有大陆才有。要想吃就要打大陆。我要去打鬼子。先站起来吧。 我叫你先站起来，杨队长。如果你今天不答应我的话，我是不会站起来的。先站起来，看着我。打鬼子可是要死人的，怕死了你？我不怕死的，刚才打鬼子你也看见了。说得好。 小伙伴，以后不要随便给人下跪。是。大天教授就交给你了，如果遇到危险，马上撤。放心吧，这儿是中国人的地方，日本人不敢乱来的。还是小心一些好。好，我们去保安队。走。 杨大队长，张队长，他在开会。不可能。
我是绝对不会后退的。张自强，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，我是来下达命令的。你们天津保安队隶属东北军管理，东北军归我们中央军管理，这件事没得商量。让我们从日租界再向后撤退300米，那就是把这方圆300米的领土交给日本鬼子。你是不是中国人？荒谬至极！还有你们国联，你们有没有调查清楚？这次明明是日本人在我管辖范围之内闹事儿，我们天津保安队不过是执行任务，平息暴乱，维持治安。可经过调查，使你们中国老百姓作乱，日本军队为避免伤害到他们的侨民，才会越过租界区维持治安。你知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身份？那就是一群流氓，是日本人花钱买来的傀儡，唆使他们到这儿来闹事儿的。但说到底，都是你们中国人在闹事。日本人提出撤退300米的要求，一点都不过分。不过分？这明明是日本人策划的，为什么让我们中国人向后撤退呢？你们国联有没有调查过？我看你们国联是跟小日本鬼子穿同一条裤子吧。张自强队长，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辞，我是来帮你们调解的。如果你们保安队不肯撤防300米，日本人的枪也不是好惹的。张自强，你是中国军人，一定要执行中央下达的命令。我和我的部队绝不后退，我们中国人绝不后退。张自强，这是委员长的手谕，你看看吧。日本人太可恶了，明明是自己在那里作恶，居然还要找国联的人出头，简直就是黑白颠倒。还不止呢，日本人趁着昨天的暴乱，已经偷偷把溥仪运出天津了。我看他的皇帝梦还没做完呢。记住，立刻执行命令。自强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千辛万苦才平息了这次暴民的叛乱，中央全命令我，让我从日租界再向外撤退300米。什么？撤退300米？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！明明是日本人挑事儿，我们还要割地求和，这什么政府啊！这份是委员长的手谕，我只能执行命令。我们不能就这么认输了。是啊，队长，我们不能撤退，我们要和那小日本鬼子坚决斗到底。没错，队长，绝对不能让侵略者侵略我们一寸土地。你们要造反吗？队长，难道您忘了嫂子是怎么死的吗？自强兄，嫂子怎么了？就是因为昨天的暴乱，嫂子没能及时赶到医院生产，结果难产死了。别说了，大家给我振作起来，咱天津的老百姓还靠咱们呢。是。自强兄，不如这样，要部分保安队的兄弟们换上便装，在日租界的附近守着，随时防备日军的小动作。刘涛、程建，到！到！你们俩从第二、第三中队抽调200名兄弟，换上便装，日夜监视日本人的行动。是。田校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已经将大田教授送往圣恩医院，他已经同意帮我们破解密码。只不过，我们需要把他接到凤城的基地。圣恩医院？你是说大田教授在圣恩医院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不好，这回我们向外这撤退300米，现在圣恩医院已经不是我的防区了。
子建叔，借我一辆车。 大田教授在里面，怎么办？先看一看，跟我来。天祥少爷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许大哥，来的正好，医院里有一个我要救的人，希望你能帮我。你绑架日本国民大田雄一，还袭击日本军人，中央政府正在通缉你，接到上峰的命令，将你抓捕归案。 大田雄一现在正在医院里面，不能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。对不起了，天祥少爷，跟我们走吧。来走。涛，志敏，保护好教授。 大田教授，把我打晕了，自己跑了。啊啊！那赶紧通知杨大哥，咱们得想办法把大田教授救出来啊！对啊，糟糕，头被东北军带走了。天晓，把你带到这儿也是迫不得已，希望你能理解。能理解。 沈阳城也弄丢了，还向日本妥协，我更能理解的是，你们还撤退了300米。把你带到这儿，是参谋长的意思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杨庭轩要把我交给上峰是吗？你误会参谋长的意思了。把你带到这儿，他可以向中央据理力争。 如果你落到日本人和国联的手里，那你绝对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我有你们保护吗？你不能够把我留在这里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。天晓，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？你们在日租界打死打伤了20多个日本兵，那如果你不好好配合的话，
整个东北军和你爸都要受到牵连。我告诉你，你跟我爸一个样，你们想的太多，沈阳和东北就这样被你们弄丢的。参谋长，天笑少爷情绪还是有些激动，不过很合作，留在牢里了。再这样闹下去，怕是我连我都保不住他了。但是，如果南京政府让我们把天笑少爷交给日本人，那该咋办？走一步算一步吧，先保住他的小命要紧。再说了，现在时局分分秒秒都有变化，希望这小子能挺住这一关。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？保安队已经从日租界撤到300米以外，而且溥仪那个废地也被日本人偷偷送走了。小日本生事的目的就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然后把溥仪劫走。满清政府已经灭亡20多年，他们把溥仪劫走对他们有啥好处？小日本打着盈利溥仪的幌子，然后想名正言顺地把东北划归为他们的殖民国。小日本也太猖狂了，不一定还有一帮发着复辟梦的满清遗老支持。哼，小日本的阴谋就要得逞。我们啊，多派人增援保安队，一定要守住天津，一旦日本人在租界以外捣乱，格杀勿论。是。那现在大田教授在杨天笑手里了吧？杨天笑被他父亲拘捕保护起来了，我想大田不会在他们手里。杨庭轩，你这个老狐狸，以为这样就可以罩得住你的儿子吗？佐佐木，嗨，给我发个电报去外事部，再给国联施压，我一定要拿下杨天笑。嗨，大佐，那大田教授这儿，你忘了吗？他女儿还在我的手里。嗨，太田大哥。啊，太田教授，どこにいるんですか？ずっとあなたの安否を心配していました。つべこべ言うな。君たちが人と知る別はある。だが。我が娘と交換するんだ。よし。どのように？いつ？どこですか？時間と場所は追って伝える。いいか。もし娘に傷つけたならば、ブツは中国人に渡すから覚えておけ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是特意来救你的。对啊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不会走的。老大，那个，我把大田教授给弄丢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大田教授把小太阳给打晕，然后自己跑掉了。咱们赶紧去把他找回来吧。是这样子。是。
我们没能保护好大田教授，这不能怪你，是大田教授骗了我们。老大，他一定去松本那里了。大田教授他拿走了我的手抄稿。头儿，难道那个手抄稿是真的？我们明天就去日租界去踩踩点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是。 那些日本的高级军官来天津都会住这里，而且这里的守卫非常森严，我想松本这老东西啊，肯定会给自己选择一个最安全的地方。你们当心点，走吧。 杨将军，上海的票。我是山本。 松本だ。よく聞くんだ。午後2時、ロアロン島駅の2番ホームで待ってます。说什么？回去再说了，快走啊！ 偷听到了，大田让松本下午2点钟带着他的女儿到老龙头火车站第二个站台和他们交换。对啊，换衣服，准备出发。是。大佐，我已经派人把大田洋子带到火车站，稍后与我们会合。好，大田自作聪明。 要我去老龙头火车站交换，以为那里归中国政府管，我就没办法了。哼，他看得太简单喽。大佐阁下，据我们情报人员得知，杨天笑已经从他父亲的牢里逃出来，他肯定会来给我们添麻烦的。哼，那正好。 山本君，你扮演中国人已经很多年了，那你应该明白“一石二鸟”这句中国成语是什么意思吧？好，我明白，我一定把杨天笑他们全部消灭。 对不起啊，我女儿心切，我先借用一下。有这么借的吗？啊，不不，我女儿在松本手里头，密码收小本那种没有用，是白费的。我希望你不要再骗我。杨队长，我不会骗你们的，我只是想追回我的女儿啊，杨队长。 这样吧，我帮你救女儿。好，但你得答应我，跟我去奉承。好，谢谢。
我跟你们走，我跟你们走，只要我女儿平安无事。你必须得听我的。你先和松本交易，等火车一开，你带杨子马上上车，我再车上等你。好，听你的。 六号。仏壇の中。26番ロッカーの中で自分で取ってくればいいだろう。どこに行くの？姉ちゃん。日本に戻りたい。日本には今戻れないんだ。 你说的这么没有口德呢？我今天跟你掰扯掰扯啊！我告诉你真相，是你们日本人来到我们国家，烧杀抢掠，害死我们千千万万的百姓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使用不法手段，把我绑架到这儿。燕子，不要误敌啊，孩子。我才不要学你，做不忠于天皇陛下的罪人。你说什么呀，孩子？为了金钱，还有女人，你和中国人私通。 还帮助他们对付我们日本人，这是谁给你说的？我们老师说了，这是一次圣战，日本是为了解救你们中国受苦的人民，免受当圈仔的残酷迫害。太可笑了，原来日本的孩子居然在接受这样的教育。你知不知道中国人发生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给我们中国人做了些什么？日本军国主义无端的对我们中国发起斗争。 侵略了我们东北三省，杀了多少我们中国无辜的百姓啊！居然还说是一场圣战，你醒醒吧！你们这是中国人，都是骗子！刘涛，文健，到。到。你们两个带杨子小姐回房间去休息吧。是。孩子，杨子小姐，走吧。行吧。燕队长，对不起啊。哎哎，大林教授，您千万别。燕队长。 孩子，太武力，日本政府真的不像话。这么教育下一代，那日本孩子将来怎么能分辨是非黑白呀？大丁教授，我相信他终有一天会知道他的父亲是个是非分明的人。队长啊，我真的后悔，但就没有把他们母女带出来。 如果他出来也不会遭受他们这样的荼毒。队长啊，我答应你们，跟你们去凤城，也许能为中国人做点事啊。大田教授，太感谢您了。我去给杨子说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子强兄，志敏，大田教授和他女儿的生命安全就交给你们了，你们要亲自送他们去凤城。 那你呢？我要去见我父亲，我要正式向东北军自首。啥？我们刚把您救出来，您咋就要自投罗网呢？这是为啥呢？小麦子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事连累东北军和我父亲，我一定得回去。老大，你要去东北军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把你送到日本人那去的。
你会没命的，不管什么结果，我都得面对。好兄弟，自己保重。 就是好胜，事事不肯服输。因为我是杨庭轩的儿子，但是这回连我也保不住你了。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到目前为止，也没有觉得自己有错。首先，我没丢杨庭轩的脸，更没有丢中国人的尊严。哎呀，天下。 父亲，我真后悔把你调教成这个样子。我正想感谢您，是您把我栽培成这样的一个人。此次去南京，处处要小心。我一定会向国联争取到底，断然不会放弃。我记得您曾经说过，人必自毁。 而后人悔之，家必自毁，而后人悔之，国必自伐，而后人法之。希望我们的中国不要走到这一步。儿子，一路小心。 不行，绝不能让我杨庭轩的儿子坐囚车。这么着，这是上面的安排。这样吧，由我东北军押解杨天笑去南京。上次你们这里已经发生过意外，难保这次路上又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还是由我们中央军保护吧。他是我儿子，我要保护他。你怎样保护随你的便，反正杨天笑今天一定要跟我们大队走。父亲，不用跟他们浪费时间了。 国联和日本人根本就是一伙的。派两小队追击，保护少爷。是。 无法无天了，敢对国联的人下手！
没事，撑不撑得住？没问题。 担心你一直没有走，所以让我跟张队长来保护你。我们刚刚分开，不好，日本人派重兵追杀我，同样也不会放过大田教授。大田教授一定有危险，子小兄，我们马上赶过去，快点！ 走！
定踩到地雷了啦！